马哥在家里啊？啊，啊，来来，听说家里有一批黑松想处理啊？哎呀，还有四五六片黑松。哦，四五六片还有。哎呦，看着不孬啊，都多少斤了？啊，对。哎呦，这个直径多粗啊？直径下边跟盘都十多个，下边都八九五。你看这里都这都搁哪都是？上面是九公分。嗯，没事。你下边没十公分啊？下边大了，下边十公分多了。每一个都大，每个都是在跟盘的啊，跟盘不小哈，跟盘真大，跟盘都多大了，跟盘都十三四啊，很质感很高级，真的是形很好看，一共十几片，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18片，都是带着那种飘质的哈，人家有飘有弹的，真好看。提贵了，你看我都给你提回来了啊。你家都多兴过几年了？多兴过两年了，过两年了，嗯，都完全成型了哈。嗯，成型。这个炉子能吃了吧？炉子暂时不行，你要吃炉子，今年我刚好复职了。又复职了一次。哎，我觉得明年能吃了啊。啊，明年。现在炉子都有点往里涨了，明年就能吃了。明年把螺丝一缺哈，这个都长了基本性。哦，是是是，累得真紧哈。高度配上高度多哈？配上高度一般60来个、70来个。60来个到70来个。嗯。这管幅多好，你量下管幅。管幅有大有小，你要这个就是70。管幅70。这个都是应该是，也差不多，60多个。60多个。嗯，在调制，都带了调制哈。这个都大了。哟，这个得小米吧了。啊，90了，就是哈。又开始新上了品嘛。那是原先我在那个种了盆原盆的那个种的，不是这种种的能提根嘛？不是，它上盆能够当根提根。上盆上有一年多了啊，那上盆那个这种刀扛刀个时间不长，一年多了。这个成果原先带盆儿，原先带那个塑料盆儿带2年多了，2半年了。哦，带塑料盆2年之后又上了盆啊？对，这个成果率没问题吧？成果这完全都活好了嘞，完全都活好了啊。人家他的装的比较好，弯曲都很自然，都带着弯曲哈，又飘又弹，都是复制了一次的哈，这一完全成型了，这个都不用担心的那个翻摊了哈。哎，看看漂亮吧。性价比非常高哈，三百多的，嗯，300多。不过这个塑性是真好，都是真好型啊，你看，这个做的性，你看活度值特别好，这个小藤子你看一层一层的，短弯针织物哈，这条小玉米藤哈，一朵的才好看的，现在还没到那个完整的时候，一共是18克，性价比非常高，看一下，特别漂亮哈。对这批黑松感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